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阿玩公金仔，我是国立中央大学企管系的佘建元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继续讲解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，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。这一讲呢，我们要给大家几个练习题来练习一下呢。上一讲呢，我们所给大家的一些公式，还有我们过去所讲的几个微分的概念。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个练习题呢，把上一讲呢，我们讲的几个微分的公式呢，把它熟练起来，做熟练。第一题呢，我们来看到这一题呢是这样子，如果有一个函数 y 等于 h of x 等于 5x 三次方加 4x 平方加 3x 加 2， 那请大家呢来求它的一阶导函数还有二阶导函数。一阶导函数呢，就是这个 h of x 一个 prime， 我们在前几讲的时候呢有讲过，这个叫做一阶导函数，也就是说你求这个 y 等于这个 h of x 的斜率，找它的这个斜率的公式，再带到各点 x 带到各点进去的时候，它的斜率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式。所以这个一阶导函数，那这个二阶导函数呢，是你等到一阶导函数求出来以后呢，再对它做一次微分，再对它做一次微分。所以大家清楚题目了吗？这个 y 等于 h of x 等于 5x 三次方加 4x 平方加 3x 加 2， 求它的一阶导函数。求完一阶导函数，你再做一次微分，再求这个微分的这个一阶导函数的这个斜率的公式，就会变成二阶导函数。了解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，让大家来练习。好，时间到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出来呢？这个题目应该非常简单了，相信有的人可能10秒就做出来了，十秒就做出来了，不过有60秒时间，所以你可以仔细想想，然后看看我们前一讲的公式，再把它拿出来看一下。那这个题目呢，这个 h of x 呢，它的一阶导函数或二阶导函数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来给各位解答。第一题，它的 h prime of x 会是什么呢？首先你看到它是 5x 三次方加 4x 平方加 3x 加2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上讲有提到，如果你是很多项加在一起的话呢，它的导函数怎么做？你可以一项一项一项来做，一项一项来做，然后再把它加起来就可以了。所以第一项 5x 三次方，那怎么做？5是一个常数嘛，你就把它拿出来。那 x 三次方它的微分是什么呢？它会是 3x 平方，所以你就把3拿到前面来，然后乘上 5， 所以就会变成是什么？3乘上5就会变成是15，然后呢乘上 x 的平方， OK？ 那第二项呢？第二项是 4x 平方嘛， 4x 平方4是个常数，你就把它先拿到前面来，然后 x 平方它的微分是什么？我们上一讲就讲过了，它会是 2x， 所以4乘上 2x， 那会是什么？ 8x。那第三个呢？第三项 3x 它的微分是什么呢？ x 它的微分是什么？上一讲有讲过，就是1嘛，对不对？所以3乘上1，那就会是3。那最后一个呢？是加 2这一项呢是一个常数，常数的微分是什么？常数的导函数是什么？常数就是当 x 变动的时候呢，它永远都是2，所以 y 的变动率是0，所以它就是0，所以就不见了。所以这一题h of x 它的导函数一阶导函数就会是 15x 平方加 8x 加 3， 各位有做对吗？希望有做对。好，那第二个题目呢，第二个子题呢，是我们说要来求这个 h of x 的二阶导函数。所谓的二阶导函数呢，我们刚刚前面在提示的时候有讲过，
它就是说你做出了一阶导函数以后呢，再对它做一次微分，所以你就是对这个东西再做微分。那对这个 15x 平方加 8x 加3的微分会是什么呢？它就会是一样15乘上 x 平方，那 x 平方的微分是什么？是 2x， 15是常数拿到前面来，所以15乘上 2x 就会是 30x 加上 8x， 8是常数， x 的微分是什么？是 1， 所以就会是加 8， 3是常数，所以就是0。所以这个 h of x 的二阶导函数呢，就会是 30x 加 8。 各位有做对吗？希望大家都有做对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题。下一题呢，哦，比较复杂一点，是一个相乘的东西。哦，假设今天有一个函数 h of x 是两个函数相乘而来，是 g of x 乘上 j of x。哦，那 g of x 呢是这个东西 5x 平方加 4x。j of x 呢是等于 3x 平方加 2x， 所以我们就是求一个呢这两个函数相乘的函数叫做 h of x。请问那这个 h of x 的一阶导函数会是什么？哦，请问这个 h of x 的一阶导函数是什么？听懂题目了吗？要不要给点提示？哦，我们给一个提示。上讲的时候呢，有给过大家一个公式，就是说如果 h of x 等于 g of x 乘上 j of x 的时候，它的一阶导函数要用什么公式？前为后不为加上后为前不为。哦，清楚了吗？这个公式。好，那请大家来做做看，一样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。好，时间到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出来呢？好，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讲解答是什么。好，如果 h of x 等于 g of x 乘上 j of x， g of x 是 5x 平方加 4x， j of x 是 3x 平方加 2x， 请问这样子的一个导函数 h 的导函数会是什么呢？哦，我们说两个东西，如果 h of x 是两个函数的相乘，公式是前为后不为加上后为前不为。哦，所以你可以这样来做。哦，前为后不为加上后为前不为。所以第一个部分两个函数 g of x 乘上 j of x 嘛， g of x 乘上 j of x， 那 g of x 先求微分， g of x 的微分是什么？ 5x 平方加 4x。 哦，所以就是5乘上 x 加上4。哦，所以5乘上5乘上 2x， 5乘上 2x 加上 4， 所以5乘上 2x 它会是什么？ 10x 加上 4， 然后乘上呢后不为，所以摆下来 3x 平方加 2x 加上呢，哦，后为前不为，所以前面呢 5x 平方加 4x 我们继续摆着，那后面呢 3x 平方，哦，3x 平方3是常数， x 平方的微分是什么？ 2x， 所以3乘上 2x 会变成什么？ 6x， 2x 微分会变成加2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前为后不为加上后为前不为。哦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公式，然后你就再把它拆开，哦，再把它相乘拆开计算。哦，最后呢你就会得到答案会是 60x 3次方加上 66x 平方加上 16x。 请问各位有做对了吗？哦，希望大家都有做对。哦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哦，我们再让大家来做一样是这样的一个题目， h of x 等于 g of x 乘上 j of x。 哦，这次呢，哦， g of x 比较简单，是 3x 平方， j
of x 等于 4x 三次方哦，请大家再用刚刚的公式呢再做一次。如果 h of x 等于这两个函数的相乘 ，h of x 的一阶导函数会是什么呢？哦，给一样，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哦，我们开始。好，时间到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对呢？哦，应该这题比较简单的哈，应该大家都有做出来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解答。哦，求这一题呢，哈，我们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呢，我们一样用刚刚的前围、后部围加上后围、前部围的方式来做。哦 ，h of x 等于 g of x 乘上 j of x， 所以它的微分，它的一阶导函数会是什么呢？前围、后部围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先对 g of x 求微分。所以 3x 平方微分会是 6x 乘上 j 4x 三次方加上后围前部围、哦、后围，所以后围以后呢，它会变成是 4x 三次方微分就会变成 12x 平方，然后乘上前面这个、哦、3x 平方，哦、这次把它写颠倒，然后不过大家、哦、还是可以知道、哦、就是第二个呢，第二项呢，就是我先为前面这个 4x 三次方，就是后面的这个东西，它变成 12x 平方。然后呢，再乘上、哦、g of x 3x 平方、哦、算完以后呢，你再把它加总起来，就会变成是 24x 四次方加上 36x 的四次方，然后最后你会得到60的 x 四次方、哦、这个是用我们的公式前围后部围加上后围前部围。那第二个做法呢，其实第二个做法比较简单啦、哦、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前面这个第一个做法呢、哦、因为有些时候呢，如果你的 g of x 跟 j of x 很复杂的时候呢，你就要用第一个做法。那第二个做法呢，就是要让大家来验证说这个公式其实是对的、哦、你可以怎么做？ h of x 是 g of x 乘上 12g of x 乘上 j of x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会是什么呢？它就会是 4x 三次方乘上 3x 平方、哦、4x 三次方是 j of x，然后呢 ，g of x 呢是 3x 平方，两个相乘，相乘以后呢，变成12的 x 五次方，对不对 ？12x 五次方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它求导函数是什么？ 12是常数，把它拿出来 ，x 五次方，它求一阶导函数是什么？我们上次有讲那个公式吗？你就把5摆到前面来，然后上面的5减1就变成 4， 所以就变成是12乘上 5x 的四次方，结果会是什么呢 ？60x 四次方。有没有看到两边都是一样的哦？两边都是一样的哦。那我再重复一次哦。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简单的做法再做一次给大家看，要验证说这个公式是对的？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个公式？你可以想说，哎，我每次碰到这个题目，我就把它相乘开来，然后再求就好了吗？可是有些时候相乘开来反而比较复杂，所以你还是要知道这个公式哦。你还是要知道这个公式。哦、碰到复杂情形，你就用这个简单的情形，像这个时候呢，就用右边这个、哦、用这个第二个的方式呢，就会比较简单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做最后一题。哦，这个最后一题是这个样子。哦，请大家呢来看到这个函数。哦，这个函数是 h of x 等于 4x 平方加 3x 加上5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没有要叫大家求一阶导函数，我们呢要让大家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问说。当这个函数呢，哦，这个函数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函数吗？当这个函数呢，它的斜率呢，哦，随着 x 的点不一样的时候呢，它的斜率会变动，哦，它的斜率会变动。那我在这边呢，要问大家是说，那当它斜率等于零的时候，当它斜率等于零的时候呢，那一点的 x 值会是多少？哦，听懂我的题目吗？我在这里呢、哦、给大家一个函数，这个函数是 h of x 等于 4x 平方加 3x 加5。那我要问你，
说哦，这个函数呢是个非线性的函数 ，x 点带进去不一样的时候呢，斜率会不一样。那我要问大家是说，那当它斜率等于零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当它的切线是水平线的时候呢，它的 x 值会是带多少？清楚题目了吗？好，那我们一样，好、哦，计时一分钟呢，好、哦，让大家来想想看，怎么样找这个问题。好，时间到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出答案呢？好，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解答哦。这个题目是这样子 ，h of x 等于4x 平方加 3x 加上5。我问你说，哦，当它斜率为0的时候呢，它的 x 值会是多少？哦，这个题目呢，哦，找斜率为0的值呢，就是找一阶导函数，哦，一阶导函数，当它的值呢等于零的时候的 x 值，所以首先呢，第一步呢，你要先求它的一阶导函数是什么吗？那这个函数呢是 h of x 等于4x 平方加 3x 加5，所以呢，它的那个一阶导函数呢会是 8x 加3。哦，知道怎么算吗？哦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，相信大家都已经驾轻就熟。哦 ，4x 平方先做第一项 ，x 平方的微分是 2x 吗？那常数再乘上 2x， 所以它就等于 8x。第二项 3x、哦、做微分、哦、3是常数 x 做微分它会是 1， 所以就会是3，后面常数会是0，所以 h prime of x 呢，也就是 h of x 的一阶导函数呢会是 8x 加3。那我们现在呢是要求说斜率为0的时候它的 x 值是多少，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说这个呢一阶导函数讲的是什么呢，它讲的是说这个 h of x、哦、我们说这个是非线性函数嘛，所以当 x 值不一样的时候呢，它的个点斜率会不一样，所以它个点的斜率呢，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函数来表达它 8x 加3、哦、8x 加3。那所以我们现在是说什么呢，在说那 8x 加3、哦、表示说它个点斜率不一样，那它当它斜率等于0的时候呢，那点是什么，你就把它带0嘛，然后再求 x 是什么呢，所以求出来呢 x 等于负、哦、3除以8、哦、所以等于x 等于负3除以8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函数呢，它的在那一点上面呢，它的斜率会是0，也就是说它会是水平线。好，那在这一讲呢，我们就给大家、哦、不同的这个题目让大家练习，希望透过这些练习呢，大家能更稍微清楚一点呢、哦、这个微分的这个概念更稍微熟悉一点呢，如何利用这个微分的公式呢，来求不同函数的一阶导函数。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，我们下次见。